嗰女人有咩咁特別啊？咩人嚟嘅？你點解你？佢唔係女人，甜甜唔係女人，佢係男人。咩？你講咩啊？我唔明啊！我一路冇同你講嘅嘢，我唔知點樣開口。對唔住啊！你中意？你中意男人？Jessica， 我好 care 你，所以我一定要同你讲清楚。我中意嗰个系甜甜啊！咩话？你系天娜？唔系天娜，系甜甜。我系甜甜，我系甜甜。天娜就是你，我希望你祝福我哋。你勾引我老公？我冇，我冇。我明白，我真的不明白啊！我发紧梦，我一定是发紧梦啊！你一定是知道我和阿田跟踪你，所以你两个夹埋整蛊我的，是不是？是不是 set 咗啲 cam 喺度啊 ？set 咗喺边度？就睇你冷静啲先啦，唔系一定有先啦。你究竟做乜嘢啊？你一路喺度呃紧我，是不是？我冇啊！你唔一早同我讲，我找你帮我查老公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好笑？我冇啊！你有？我冇啊！真系冇啊 ！Francesca， 你要怪一怪我。是几时开始的？你收声！我问你是几时开始的？你讲。几时？我不知道几时开始的。其实我哋都未开始。啊 ？Francesca， 其实是我同甜甜讲，等我哋离婚之后，我哋先开始。唔系咁噶，唔系咁噶，唔系咁噶，唔系咁噶。我唔明啊！我真的不明白啊！发生什么事啊？屋企冇晒面包，你去买啊！哎呀，弊啦，铺都闩晒门，边度仲有得买咧？唔理啦。时间辛苦你，唔系你 K K， 你不如认真考虑下，你哋两个系咪真系冇玩转啦？甜甜，我真系中意你咁善良。即刻用 View TV App 同上 View.tv 免费重温更多精彩节目，任你选择。